自从太阳的后裔热播，当地 fans 即刻朝跟双宋喺剧中嘅朴素造型。不过要打造双宋 look， 唔一定要着大牌嘅。双伟大嘅淘宝行翻转，想变身刘大卫或者姜医生 ，easy 啦。太阳的衣裳，平民家打造双宋 look。刘大卫同姜医生在第二集分手之后，在乌鲁克重遇。姜医生这一身韩牌 look， 悠闲得嚟又够 pure。不过成色加埋要4000蚊港纸，好贵、唔使惊，淘宝320蚊人仔有交易啦。刘大卫同姜医生在第四集第一次在乌鲁克单独约会，姜医生以韩牌粉红色麻质衬衣配银颈链赴约。如果你想买正货，呢色加埋差唔多1200蚊港纸噶，不过喺淘宝买120蚊人仔咋。仲记唔记得刘大卫在油站偷住姜医生呢一幕啊？姜医生着住灰色线衫配耳环，朴素得嚟仲好有女人味噶。想买呢些衫，唔一定要2000蚊港纸嘅，淘宝100蚊人仔搞得掂。其实除咗姜医生之外，刘大卫嘅军人 look 都有得卖噶，就连呢个型仔 look 都有。成些连太阳眼镜加手表喺淘宝度买，1000蚊人仔搞掂啦，真系要向伟大嘅淘宝致敬啊！